怎么办？我到底说不说？不说了，反正也不合适。啊，说吧，直接说。不行，那他就会问我，刚刚为什么不直接说？我怎么解释？啊！救命啊！好麻烦啊！他就不能直接来问我吗？我又召唤你了？很明显吧。你刚刚让我直接来问你，问你什么？你有话要跟我说？没有。别装了，说。我们公司要组织所有入围的作者参加笔会，两天一夜，你想去吗？两天一夜一直在一起，你不想去也没关系的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。去啊！本公子最近替你写小说这么累，当然要放松一下。好，你去呗。你不去啊？我还没想好。不是你叫我去，你自己。我想睡觉了，你回去吧。不是你问我去不去，你自己不去。南希，什么声音啊？啊，没事。哎，妈，南希啊，什么声音啊？那么大。流浪猫跑到咱们窗户边来玩了。大黄啊，它好久没来了，我看看去。玩了一会儿就走了。走了？那它再来你叫我啊。哎呀，困呢。困死我了。嗯，快睡吧。嗯，晚安妈。晚安。什么叫没想好啊？你先回去吧，被我妈看见了不太好吧。等一下，走吧。好好想快点下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